我们今天玩什么？躲避球，躲避球，魔术球，我们抓下去。所有全部都是小时候玩的游戏。老大这些小时候都没玩过。我几乎小时候几乎都没玩过。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经历到这些。啊，这是。 今天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。二天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哪里啊？你怎么先来？昨天打给你，怎么没有说你要来？对啊，早就给你们惊喜。你故意的哦。没有，这是给惊喜，不能讲啊。你是不是没童年？没有啊。我想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在打球，然后我真的其实很羡慕大家桌球，可以一起什么桌球，一点点。我觉得你可以灌国小篮筐哎，躲避球。 躲避球，我知道，但是因为我是以前是桌球校队，所以教练都规定我们不能玩其他运动。哦，你会受伤。你要干嘛？等一下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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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！在他们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啊！没有，没有。 老大是不是很好玩？很好玩哎！对啊，因为你们下课在玩这个好玩的游戏。很幸福哎！那我们玩其他的吗？我想什么？那个呢？红绿灯。红绿灯什么？我们玩红绿灯，我们只能在这个绿色。好，那我可以冲绿吗？不行不行，我这个冲绿等一下就，你要等。好乱，好乱，这一切太快了！救我！太难了！这样很难哎！我叫你，哎，不要救我！ 救救救救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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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
疙瘩丢了出来。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经历到这些。嗯，这是今天我觉得真的很有意义，然后是我很期待的一个，但是我不晓得这么好玩那么开心，所以我一定要让我孩子有这些回忆，一定要有，然后也谢谢你们。不是一个老大怎么哭惨？是一个不强力的，很好玩。因为老大我们又回到学校之后，对啊，老大哭很惨，哭惨了。